外方面来关心的是，不用花费成本也能够让员工有进修的机会哦。这是利用经济部他们所提供的中小企业的网络大学校，光是一家公司呢就有2000多个学习的人次，那么当然这里面也替公司贡献了不少的成果。管你是要卖葱油饼，还是要卖新港仪，或者是卖雨伞，透过网络不只能够行销，更棒的是还可以让员工免费进修，能够多方面的学习啦，那可以提升他们个人的竞争力嘛。所以说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那当然再加上我们公司在成本上的考量，那投入这样的系统，因为它又是免费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资源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这样子。就是因为中小企业员工数不多，而且资本额有限，想要提供进修的机会真的很困难。不过现在透过经济部建构的网络大学校，里头应有尽有，不用舟车劳顿，员工在家里就能够学习。是假日的空档的部分，他就可以直接在线上做学习，而且因为线上学习他可以做一个中断的方式，所以他等于可以在他的空闲时间就可以断断续续的去做一个学习。最好的成绩我们是年终考7+5分，所以也就是一个员工他有可能会从原本的甲等晋升到优等。透过企业数位学习竞赛，经济部还要表扬这些优秀的企业，希望小兵立大功，成为台湾中小企业的火车头。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